3, 2, 1, 你抱。3, 2, 1，抱他，就是只抱他，然后就是他的猫啊。OK， 现在就是要女生写出他们自己本身的缺点，然后我们男生负责去猜，三次机会，猜错就输哦，就输。啊、OK 了，猜错就没有分了、哦。OK， 开始。女孩子先记录下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缺点。记录了。你好吗？任何。啊 ，One go first。哦，不耐烦，不耐烦。中吗？中。中中吗？中吗？中年黑了。有还是没有 ？No。不脾气。对呀。中。可是我觉得没人记得出。对，对男人，对男人。我也是没看过。他抽烟，抽烟。我，你很难看到。他是不耐烦比较多。你也很多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要加你的逗啊！来，要 Rex。你有。横脸擦沟里，抽鼻涕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你如果。横领惨够力，你就放我，你就放我，他没有写。有。OK， 来那小猫哥。哇。哇，还没。Three, two, one。很忙脏哦，还有不吃对了。然后第二两，你两次两次啊，还一次。很喜欢整理东西。这个是缺点。太喜欢做整理家务，也不对，也不对，他也不对啊，就是臭脾气啊，不对，对啊，哦。粗鲁，粗鲁，你忘记掉这个东西了？我没，好像有。三二一，记错。对，好，还没有两错，还两差。差啊，你记差，所以错一个字。哇，该错多了。差就是普通有问题一点，可是抽就是哇不行啊，差都是一样的啦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这样就是 score 分数。一名姐这边赢。现在是不用还有没？现在是交换角色，交换角色，希望我们换位啊。不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一样你写吧。男生写，女生猜。不要偷看，这边先。我猜是。脾气很臭，暴躁臭，这是公认的熊猫哥。熊猫哥，熊猫哥完蛋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没有缺点，这个。没有收尾。哦，错，还有两次机会。想到这个耶。你一应该想。一应该。你不要宠人。哈哈哈哈哈。好啊。我每次讲很多道理，然后他就觉得很烦。讲太多道理，讲太多道理。哦，有没有？我很丢脸的东西，你讲梗话多吧？不会，我都会对他讲很逻辑的东西。他也不想听，他又不想听，直接硬要讲。对，嗯，耶，又送分了。来，来，过你们俩，秀一下。Three, two, one。我都爆完了，出不了脾气，然后我又没有脾气，就好像是你讲的这样，没有问题，在吵那么滚两圈的吗？没说完 ，3, 2, 1，美鱼美鱼，那个臭，那个脸臭，脸臭有吗？是吗？臭，臭吗？那你臭脾气哦，臭脾气，我最讨厌是你那脸臭啊，不臭脾气。臭脾气啊！臭脾气，还有 QA 刚刚写的，很不喜欢你，臭脾气，臭脾气，他不懂，他不会写中文。OK， score， 这里三分，这里三分，这里两分，两分。OK， 还行，我也挺强的。还是领先。All right， 现在我们其实是已经赢了。Yes， 我们已经赢了。哎，我们让你们而已。OK， 我们要继续往前，我们要凝聚精神，凝聚精神。我们太强勇啦！我们拉你们，因为我们看到惩罢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谁都该有点进步啊！我们至少相信咸鱼会翻身。那我们要加码吗？然后，给他们一次机会，给他玩下去，看他们能不能赢。如果我们能赢，会怎样？你们打不
我撑了那个惩罚来，我顶了那个惩罚。哦，哎，这样 OK， 这样 OK， 就代表你真的是有在让我们，是 OK， 是让了，可以。这样我们继续第三关了，因为这边两个老人家嘛，不好意思不让。哎呦，他讲你个鱼呀！幸好最老的在隔壁听。哎，等一下是你带过我看，我不知道，你样子带过我。So OK， 下一局。Let's go. OK， 现在下一个打决，下一个游戏就是猜歌游戏。男方需要含着一口水，然后哼出那首歌，让女方猜出那首歌的歌名。So let's go. OK。你讲多少秒？我一定要猜到嘛？有算时间吗？你们？五秒。嗯，五秒。五秒。一 ，go。完完。穿我的新王子心。哇哇。我以为是周杰伦的那个《大海之浪漫》，周杰伦有唱歌吗？没有，我以为是周杰伦，我以为是《分手的梦》啊，对对对，是他的。分手的梦，分手的梦，拉美之辣，我什么东西？周杰伦拉美之辣，周杰伦有谁那个人和我已经喝完了，拉美之辣，拉美之辣，真的吗？10、3、2、1，看到嘴满满。3、2、1。等你下课。听这么久才听到，我唱歌我在想这首歌名。Right。5、4、3、2、1，什么歌？啊，对。哦，哇，哎。快点一点。3、2、1，go。看在我前面名字。OK， 不简单哦。解决。幸好我幸好没有放歌，因为我比较简单嘛。前面我那是什么零哦？为什么我那个会记得嘞？那么难，就是做你的，毕竟表示就做我的。OK 啦 ，change， 来 change。准备总结不总结，就是不要前奏。扣分。对啊 ，OK。扣分 ，OK。喝几多哈？你是顺便喝水的 ？OK。换个钟。3、2、1 ，go。错爱。啊，今天错爱，那是你错过了。错爱。不是。10、3。是啊，那些年呢？对啊。那么这样我怎么会记得呢？那些年就好了。就是你不记得。难得。可以了。哎，知道我有没有？啊，就这样。来，到上。我已经说了不行了，你还要哦，完全不理人家，受不了啊你！你再熬，我一刀捅死你哦。3、2、1。主宰，哎，小龙，到你，可以猜几次？没有啊，时间点。哦，可以啊，有说话你不答应啊？对对对，我在问可以猜几次？看就是那种怪怪的样子。我明明知道很难的，不是什么。没有，你们想象一下我那横那种。不是很晃。哦 ，sorry， 来呀 ，I'm sorry， sorry。3、2、1 go。
来轮次，来轮次，来。我想不起来这是。给来。最后，第二次机会，五秒吧。给来，可以来 ，Come on。天空哦。看破天空。OK 了，是 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Next， 咁甜我，嗯哇，他给我听 Coral 手就唱 Coral 手，你就笑了，我就想不到来了，莫娜来了，容易受伤的莫娜，爱笑眼睛，让你是容易受伤的女人，果然是。摇吧摇吧摇，就来奏起情感诗。我的心明白，我只能走一路。OK， 容易受伤的女人啊，我不讲。嗯，你讲最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丢，我不是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，可以这样子来，可以来一个这样熟悉的歌哎。应该叫大悲公。我们去抗议一下，我们抗议一下，再要换歌啊，这个意思。我抗议，我觉得是要换一首。换到太熟悉了，对，真的是大悲风。我要说的是，我懂吗？我为什么一定不懂？我一定不懂，一定输了。3, 2, 1, go。水瓶座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一点点。什么什么？我水瓶座。哦，七个字，十秒之中。什么什么水瓶座？没有七个字，还差12。不是耶，我不是耶，我可惜，可惜我，可惜我是水瓶座。不过你要在人家倒数完过后才出来。我是 PG 耶，对，原来是 PG 的那个。你居然知道这首歌？懂啊，你每次在唱啊。对。哦。不过歌名是我提示。哎，因为水瓶座是还是你的星座，所以我好像记得。OK， 事实证明啊，惩罚来，这个就是他们的惩罚了。啤酒一大碗，啤酒一大碗，一大碗，一大碗。他们已经给我们一个机会哦，把我们最爱喝的东西。错，就是他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就是说我们赢一场，他们就可以把我们喝掉嘛。哦，对。结果我们还是小小碗，还是输，太输了。是我们爱喝，我们要喝。啊！不要讲出来，不要讲出来。没有啦，其实是他们赢了，恭喜他们赢得了一碗酒。不要浪费，哎，吃你妈的三碗贵哦。哎呀，你嘴巴很小啊，你嘴巴很小，你看人家都夸的。没有，我都要留给他。滚！太棒了！太棒了！Respect. OK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，记得留言、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然后打开我的小铃铛，好像 Charles 的小铃铛一模一样，叮咚叮咚。谢谢你们，谢谢我的小铃铛也是要打开的，谢谢你。还有很多小铃铛，很多铃铛这边。OK， 全打开，全打开。See you guys next time， 拜拜。谢谢。拜拜。拜。不爱干净，而且爱喝。他不是不爱干净，他不要冲凉吧？不爱干净，全部都是不爱干净。他讲他喝醉了就想做爱了。有机会还要做爱啊？做爱还很远。OK， 看一下等我。等下我们就上去拍一下，没有很多气。上去拍什么？熊猫在那边跑，把另外一边在玩那个奶头，另外一边弄脖子，弄耳朵，不要连耳朵，没有耳朵后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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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耳朵下面，一个是耳朵下面，现在还知道耳朵将多边了，然后上下，还有耳朵里面，里面。臭脾气全部拿出，所以你下次玩这种东西，你讲你臭脾气，臭脾气一定中啊。